然后自己写的歌被机器人唱是什么一种感觉。岁月它忘了停留时光，还没完成的梦想，藏在心里的那孩子依然倔强。AR 歌手，我来试试看。刚刚把音符输进去了，现在它自动默认是为拉。我们先听一段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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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就改字啊，看看会不会很机械。我们回头看一看从前的笑脸。哎呀，这个声音都甜了。那时的我们喜欢。有这么多个歌手啊，太好玩了！你看，还有男生呢。我们加一个陈子鱼轨道，把这个放进去，看看男生唱我的歌会是什么样啊。我们回头看一看曾经的笑脸。哇靠，实力派啊！那时的我们喜欢望着天啊。男生的调的话，我感觉他高了八度啊，然后呢改一下，点个右键啊，降个八度，再听一下啊。偶然回头看一看曾经的笑脸，那时的我们喜欢望着天。这个比我原唱的感觉还要好，我感觉不行。作为男人，我坚决不用它。坚决不用。岁月它忘了停留时光，还没完成的梦想，藏在心里的那孩子依然倔强。偶尔回头，这个是我曾经的笑脸。那时的我们喜欢望着天，渐渐走着走着离家越来越远，忙碌的生活麻木了有限的时间，我们常忘了最初的梦和那心中的向往。